当你觉得人生充满了各种意外、未知和无尽的荒诞，你的感觉并没有出错。认准唯一的结果，并竭力去证明它的时候，往往就会忽视了别的可能性。立足当下，我们要重新思考什么是成功。与奋不顾身想要去达成的目标相比，随时应变，及时调整方向，更能让人清晰地调整节奏，迈入一个新的境界。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，转败为胜的关键更为可贵。永远看到自己的可能性，永远看到周围的可能性。 BOSS 期待你的另一种可能。